哇，全还是没有打破我是七秒的记录，队长 Chris 终于按捺不住，决定亲自出马。队长，你多高？好，我187。187，上身是180，高了7公分，绝对。我你手长脚长，咱们肯定是。OK， 来了，来。面问。哎。信心满满的他，能不能再次夺回擂主的宝座？大家拭目以待。是吧？背部啊，背部使劲啊，加油啊，2分钟啊。自认为有超长持久力的 Chris 居然这么快就结束了战斗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此时出场的鹿晗顿时觉得压力山大呀。